来看，德性。要为恁下，你是够有德性，有德性。请问，德性较好还是金钱较好？啊？德性，德性较好哦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若要为恁钱要带转去，阿妹，唔过德性咱再转去。所以要看恁大众爱德性无，无爱金钱嘅。各位啊，我所需要是啥物？不是金钱哦，是我这世人我都有金钱。我若有金钱，我能做正面；我若有金钱，我能赚。不过我存偌济万，几亿万、几十万、几千万，我能赚到正面。所以花天的条件就是爱有金钱。那么古往今来生来世，我人上爱花的是啥物？你看，来到世间生死死死死生生。偌济人，真正互咱了怀念的，永远袂叫袂起的，是啥物？即个人叫什么？请问咱若去庙里拜佛，啥物？无论啥物身份，无论啥物菩萨，无论咱要做，为什么我都还没无熟悉？为什么咱怀念就是来拜来做的？啥物？那个是啥物？去到庙里拜佛，啥物好拜来？来做迄？老家咧用用光中，慢慢甲拜拜，那个就使。你拜做啥物？像咱是拜啥物？咱拜用德性。伊若无德性，咱个袂当拜。唔过，这个人头我无就使。这个人离开我几十年，唔过伊咧先佛祖、先仙佛、先神明，我看着就甲拜，拜嘛拜用德性。拜佛就是，恁做尊敬的，恁做尊重，恁做咧拜是拜佛就是，肯定，这个人就必须是富贵相。那么道成天中名号，已经升到在天上，不过伊的名留在人间。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，伊到死，伊到死，伊到死呢？因为为什么？伊个名搁在怪，伊个伊个名在人间人伊无死啊，真无死。所以咱要天堂有约，有多极大波，地到无明，罪因。天堂有多，过去咱在讲，天堂有多，你有听到地到无明嘛？过去啥物事没有？天堂有多，你地到无明算尽。所以天堂有多极大波，咱要去天堂，爱做啥？靠德来代表，